呀，电影新奥特曼近日已经在日本上映了。近日凌晨，国内的音乐平台也上线了由米津玄师创作的电影主题曲 M87。今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了远古的计划，今年的新奥特曼是新计划的三部曲的第一部，第二部为新奥特曼续。在这一部作品中呢，由安野秀明亲自担任导演、脚本、制作人。第三部是新赛文奥特曼，这部的制作人员暂时还没有确定。三部曲的时长大概都在110分钟左右啊，每部制作的预算大概是8到9亿日元。对于这个计划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，看来目前远古要正式进入到电影市场了，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后续远古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